干什么呢？小溪还在呢。我们先上去，让小溪早点睡。嗯。那小溪，我们先去休息了。姐，生日快乐！最后再抱一个。那我们上去了，走，别再闹了。姐夫，你怕什么呀？他又听不见，你说话这么小声干嘛？姐，你的床好大呀，我好喜欢。你把他弄醒了，对你有什么好处？那你跟他那么恩爱，对你又有什么好处啊？你不会是喜欢上的反弹了吧？你以为我愿意吗？这都是为了我们呀。小溪，乖，咱不玩了，跟我回房间，回你房间睡觉。不嘛，我一个人在那睡觉好孤单的，我也想在这张大床上睡觉。小溪，我回你房间，我去你房间陪你，啊？也行吧。快走啊，走！快走啊！要干什么？你轻点！我突然改主意了，想不想玩点刺激的？苏西，你玩够了没有？明天下午咱们的计划就要执行了，这个节骨眼你想干什么？我告诉你，我就是个疯子，所以别想着背叛我。我不怕鱼死网破，王世明，你给我记住，别想背着我搞什么东西，你也休想让他把这个孩子活着生出来。